神秘嘉宾送到外头来，下次搞个水友赛的时候啊，哎，先搞个擂台赛，喷过我的请上台，结果全他妈跑台上去了，下面五六十个人全跑台上去了，我操，那算了吧，园区不给饭吃，为什么？然后他们一直看了一下吃这个东西，觉得不给你饭吃，不给饭是怎么了？主打就是毒打，啊，就是虐待，没有业绩还想吃饭，配吗？哦，我今天忘记给子月子怡查房了，他们现在还在直播吗？在，还在播。我看看，看吧，应该下了吧？看看，等我。刚刚过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播。感谢月亮是我撸弯的，贵不如彩。你们这人现在学坏了，我一个个。表面上在说我啊，内心都不知道怎么夸我的。下播吗？打完去查一下。嗯。他们两个是一份不动的，两份不动。操了。一份，又搞成这了，哇靠！对面木木敢抓你都不知道在跟谁作对，他在跟郭富第一卡牌零幺七啊作对，最好让他们死你啊！你女儿背书包吗？背啊，她每天上学背书包。嗯，她现在上什么大班？上小班。她不鸟我怎么办？哦哦，能捡到吗？放过她吧。哎，这笨逼！操了！感谢嗷嗷送的血瓶子。不理你。我操，感觉也没多技能。把金熊就是这样，伤害力好高啊！拉到谁的大半熊？嗯，不讲道理，金熊。所以我不喜欢玩这种不讲道理的英雄，我喜欢玩讲道理的。哎呦，过分了，今天。他把线全出来了，这个人。我要把我推一下，他把我线出来了。虎牙只有一个鱼，那就是我芒果鱼。感谢熊猫送的礼物，谢谢，晚上好。那这次我们的感情出了一些问题，可是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白菜吗？知道呀，知道白菜。先国不敌，嗯，我是前国不敌。我也是前国不敌。我，你也是前国不敌。我是国服第一街舞。哇靠！这张位置打野那么屌啊！哎，老秦送礼物就行。你国服的 CS 吗？你不是？别了！哎呦，总是的，飞不死。那我早知道不浪费了吧。我不上他就不杀，我他妈一发信号他就杀，这没我的照看就那么不堪一击吗？我卡牌之神城主，我卡牌之神城主，破卡牌城主，完了，死了。救不了，看都不看一眼。
我还送大头，这怎么搞？你把输出 MVP 了，大哥。卡牌打不了才拿输出，对吧？他冲你大你也没办法。只能说难打，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打吧，难打，难打肯定是难打的。哎，这把是倒背，还行吧。对面 VN， 我跟你说 ，VN 带个点就是猪逼。对他不带电话。对了，说到点子上了。VN 必须得带电话。有卡牌不带进化的不再送吗？确实。他杀了呀？都没玩的可以啊。好像失误了，当 Q 了好像是。哇，拍死了！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已经上去了，打上去了。他不对劲嘞，你下到你下到看看，去不了。卡牌英雄啊，是个慢节奏英雄，不着急。他就是啊，运筹帷幄，慢慢的找机会，一点急不得。我一般玩卡牌发力点都是在十五分钟以后，前期先苟个时光障，然后找机会，知道吧？这样，你就学会了。但凡有点基础，全给你偷吃了。白菜的话后面会来的啊，兄弟们，因为主要白菜是有老婆有孩子，所以他不能离家太久，你知道吧？白菜老婆的话跟他就是属于比较黏，这水是我的吧？嗯，我没喝，比较黏他的。喝水。不像芒果鱼啊，芒果鱼的话孑然一身一个人啊，女朋友也分手了，女朋友前女友分手了，几年前了，那结婚了吗？啊，那我说你前女友结婚了吗？你说现在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哦、啊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打野他这样入侵不对，对吧？说实话。那你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，你难受吗？难受呀。你当时哭了吗？当时啊，我经常哭的。你经常哭啊？你跟顾叔一样。顾叔也经常哭呀。他经常哭吗？看不出来。我只求你别再难过。顾叔也经常哭。你见过他哭吗？见过。我们那天跨年的时候他就哭了。为啥？就说聊好好的，聊难受了是吧？对，聊好好的就哭。其实有时候哭一下挺好的，很解压的。他喜欢听。你走后，我不再难过。郭水跟你一样，他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操，写不着。你要送是吧？喜欢送，哦、郭思雨是四号四月份生日，我跟他不是一个星座。四月四号。哦 ，nice。要闪吗？闪吧，闪不了，闪不到。牛 Q， 他那个暴击了，闪不到，有点危险。一波下来，直接把枪打炸了。对，死了两次嘛。死了两轮。对，两轮。直接死光舒服了，掉不掉？
那你为什么因为什么分手了呢？很复杂。比如你说说看，没事，我们时间多，想听爱听。这能说不能说不能说，当然能说了。分手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性格不同。嗯，性格不同想的太假了。你说点细节的，我细节我帮你判断一下。嗯，就是当时比如说租房子嘛，对吧？嗯。然后那个房东呢，以前的那个桌子就是比较破嘛，对吧？就是不好看，嗯、我们要换一个嘛，换个房子嘛，换个桌子嘛，就这个。就房东的桌子不合适，得换个桌子。对，然后不是买了个新的嘛，然后就是联系那个房东嘛，把那个桌子让他来搬一下嘛。然后那个房东说不行，可以搬，但是比如说我们说要让他12点来搬，然后他说要等到2点或者3点，啊，我说那可以吧，那等他们一会吧。嗯，那另一个就生气了呢，就说为什么要让我们等他，不是他等我们，就这样，就吵架，就这样。这算是性格不合吧，就这样就分手了、啊、就算是一件事之一啊，打完再聊吧。我走后你别再难过，心里有话却不想再说，记得以后你要快乐。胆子真大，就是胆子开二的，玩太慢了。哎，我要 Q 到你留言了。我 Q 到你留言了，好像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多久？干啥去了？2年多点吧。两年多就为这个就分手了？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啊，一件系列的嘛。肯定是一件一件系列，这个事情只是最后一根羽毛，最后一根毛，一根头发丝儿。说白了就是感情淡了，是吧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没事，下一个会更好。到了龟哥这儿，龟哥帮你介绍。分手了就分手了，每段感情有每段感情的进步，每段感情让你会学到新的东西。就是你扎的，哎，什么跟我这好了。看好了，拜，可以，这不帅，所以我死了。嗯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此乃天意。他不知道在跟谁作对。你是不是喜欢看二次元啊？我不看女主播的，我就是看动漫嘛。我说是看二次元动漫。嗯，我也看个二次元女主播，等一下。可以。好，嗯。我说二次元，你为什么会联想到女主播呢？因为你说回家直播呢。哦，平时没少看啊。平时看的不少。我真不看。哈哈哈哈哈！懂。你一般看哪个主播？我不这么看。我一般平时都只看五湖神主播。这个五湖神啊，在虎牙，尤其是虎牙平台，我只看虎牙平台。嗯，我也是。虎牙这个平台啊，好啊。好。看直播我只看虎牙，尤其是虎牙里面英雄联盟这个板块，这个做的非常的好。不只是英雄联盟。哎，不对，整个虎牙都很牛逼啊。我对整个虎牙都很牛逼。哎，嗯，整个虎牙，我说实话，你不能从
啊，里里外外各种、啊，对不对？就是牛逼。对对对，嗯。看直播，我只看不了。哎，闲着没事我怎么看？我得去边路，但是我得差点钱。中国人完了，哎呀，好脆！我操，好脆！哎呀，好脆呀、啊！太脆了。哦，没事了，走，可以说了。刚刚超管在直播间，你想说什么？想看那个？你说我看抖音看多，我妹妹老刷了，你讲。你咋知道超管的？啊？什么？超管真的？啊？刚超管刚在，没事，他走了。刚我看到他走了。说嘛，看什么平时？我是这么看，我发誓这么看，没事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下播就是我就开始下播上门，然后把直播间挂到无声直播间，真的，我就边上都没看，就这件事，挂到各个直播间。小伙子有前途，有前途，明白了啊，懂了，贵哥到时候教你两手，懂了。你们说来线下看我打拳呢？行了行了，可以来啊，请进吃饭。可以看得出来你很想进步啊，想进步了。来点人帮我一下呀！他怎么九杠一啊？他一直抓打野。我带的干嘛？哎，你抓别人吧，我猜的，我感觉抓不到。我在干嘛？你在保护 AD， 你们在里面打野，准备坐单过来。哦，这是坐单为什么不过来啊？在这等，他一定会过来，他不过来我吃屎！我操，大口大口吃！我就说你会过来吗？能杀吗？能杀喽！他已经在那里了，杀喽！是。哇 ，nice， 兄弟，哇，真好高，我操，差点把我杀了都。这边他连招按错了哎。没有，他伤也不够，他这一套不可能秒的。对，我满血，他把我秒了，是玩个毛啊！不会接近秒了啊。不进攻。不行不行好爽，看好爽。鱼说呀，当初泽贝被四个人演，我操，这个问题问的，我操，当时四个人演你，我看到你提的。嗯，打完我们再说啊，打完慢慢说，哎，先说会影响我的思绪。什么探花？哪里探花呀？一般都是女孩子泡我，听到都比较被动，很拉你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去的。去了也没有，没有，不该打的。哎，他没进化。可以可以，舒服了。你跟他连招，太爽了。哎，我记得有那套组合。感谢杰米远送的高冷白彩旗，我怎么学的？你能油腻？男人真的不能油腻，男人啊，一定要跟我一样，沉稳，嗯，优雅，有内涵，嗯啊。兄弟，我也不油腻啊，我比较就是清水一样的。有句话怎么说的？叫做直播不看吴三桂啊，就算王者也无畏，就算王者也白费了。可以，以后就说
就算王者也白费，就算职业也白费。他不知道在跟谁作对。感谢杰米远送的高白灯牌，对面两妹妹没话说。两妹妹哪有两妹妹？有吗？哪有呢？没有没有，哪有那么妹子？那么多妹子，掉到凯斯洞去了，哪有那么多妹子？一直在看猪逼打游戏。啊，你不会说是姨吧？看是不是姨？我看看。姨在看吗？打完我给你查房，姨，等着我，姨。哎，怎么姨？这怎么？没有，他下班了啊，下班了，十分钟前下的哦。明天提醒我查一啊，我今天说查一查一都没查着呢。哇，你谁在笑？怎么跟你？我以为你在笑，我真的以为你在笑，谁在那笑啊？静静静。跟我笑声有点像吗？有点像。我笑那么丑啊？不丑。我倒了。这个已经破了好多。哇，这个破了好久了。需要你。肯定。我操！主人说配合。我要去休息了，兄弟们啊！我要早上来。不要想晚晚熬那么久。对，女孩子熬那么久挺伤的。过段时间，我准备把彩旗的时间也改一下。我下午的话。会神清气爽一点，很多，会神清气爽很多，嗯，对。妈呀，我夜里太熬人了啊！夜里采集他这个早播到早上肯定有点，嗯，他熬大夜太伤了。其实如果打到一个六七点还好，嗯，熬到个中午、啊、就很难睡了，因为以前我经常熬，我知道。我都买了个眼罩睡，蒸汽眼罩是吧？没有，就正常的眼罩。嗯，回头我给你买个蒸汽眼罩。我有那个眼罩，蒸汽眼罩很舒服的感觉，很舒服很舒服。但是晚上会很热，眼睛会烫吗？就是烫你的眼球，很舒服的。夜里谁来啊？夜里以后没人摸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我们健康三档。不然的话，夜里太伤感了啊。有些兄弟他夜里面熬不了。很多兄弟跟我后台发私信说，实在熬不了看，比如说太晚的，太晚的，太晚的节目，而且准备节目你没办法在这个点去做，就比如说带着去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带着妹妹去逛街啊，你是开店逛哪里啊？逛酒店啊？去酒店大堂里面逛逛。夜里也有人啊，夜里播也有人，也能找到人播啊，能找到很多人，也可以的。因为夜里人很多人睡觉了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白天的节目啊做得更好一点。对，凯西在夜里直播太久啊，太浪费了。感谢杰米远送的高白灯牌，谢谢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送的高白灯牌，谢谢。好了，正在打包，不好 K， 是真能 K 呀、啊！看一看能 K 吗？哇！差一个。哎，别急，哎，这一个心里还没数吗？操！哎，哎，被 K 了，木木，老板，老板，先回来，等我呀你。哎，谁他妈让你精神了？嘿，
漂亮啊，超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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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谢谢。回家这个，没带上吧一个？